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开箱环节。这次的开箱呢有所不同，因为这一次呢是盲盒开箱，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这么说起来还有一些小激动呢。答案即将揭晓，让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的重头戏。地图。也就是说我花了30块钱买了一只价值30块钱的地图。在这里我有必要呼吁一下，大家一定要拒绝黄赌毒。拒绝黄，拒绝毒，拒绝黄赌毒。这时候就要说出我们的口号，没错，就是瑕不掩瑜嘛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这就是奇妙的缘分。看它的样子还是很可爱的，背甲十分的干净，上面的三个小黑点有那么些黑流地图的意思，搭配上它有些卷曲的小尾巴，想哭却哭不出来。 Anyway， 我已经过了看脸的年纪，更注重内在的品质和性格。只要你坚强、独立、开朗，想必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龟的。OK， 让我们一起向着美好的明天勇敢并充满期待的前进吧。 I will be there with you。